让爱情的小舟被打翻，请让我们友好的说一声再见。哔哔吧哔波哔。阿玲吗？我们家刚刚进来的变态。小猫人，我们是安定医院的。他是刚走丢的病人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无耻。不睡觉不穿内裤哟。嗯。上苍已经在冥冥当中将一个有帅、有年轻、有 man、sexy、更可爱的男人送到了我面前。如果你心中有火焰，就让它燃烧。Come on, baby。世界疯了吗？放起来！我再跑一跑。哇塞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，好巧哦。